从家中清出好几桶泥泞，慈济志工人力接驳，一桶一桶提出去。右边，列左边，列左边，列左边。连门都坏了，好几名壮汉帮忙抬出。这是71岁独居老阿嬷的房子，有水闸门还是进水，而且还有88风灾时没清干净的淤泥。这个一摆，三天淹两摆啦，一个淹入去，我要去揢物件，安尼落袂啊啦。就是意思讲，头边无立，二边、三边立袂啊啦。我才知讲，爸爸这个重啦。原来志工在进行安心家访时，得知老阿妈的处境，立刻调拨4-5名壮丁替阿妈打扫。我们到的时候，他已经把部分的木板呢掀开了，那他在清泥泞。所以我们去到那边的时候呢，就是把他整个人，这个装潢的部分是下半部分。整个呢，把它呢掀起来，把它泥泞的把它清出来。把装潢拆除，也清出8年来的泥泞。独居阿婆睡觉时，这下总算不再担心。大爱新闻，嘉兴王昭忠、苏露山，屏东报道。